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明日钟表频道。劳力士能够100年来都受到大家的喜爱，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它简单而耐用。劳力士游艇名士116681设计是为了游艇上使用的设计标款，有鲜明的游艇设计适用的特点，亦都有设计激起的激情体验。劳力士116681在2007年首次发布，更在2017年巴塞尔标典上发布了第二代，将原有的红色指针换成了现在很兴的 Benz 指针，指针的颜色亦都改成了金色。这款计时表它允许了船长设定的由1至10分钟赛船倒计时，咁系方便船员喺航行中用咗几多个时间。有好多经验嘅水手同游艇爱好者都想拥有咁好嘅工具。再次多谢大家嘅收看，如有兴趣，请继续订阅我哋嘅频道，或者直接加入我 WhatsApp 啦。拜拜。